为了落实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工作，何必定欢谢你是来成立资源回收站。各地民众将厝内底废弃物品整理好，提到回收站来做垃圾分类。安尼唔来当落实资源回收的目的，民众可以当来换生活物资。何必定欢谢你成立资源回收站？里长陈柏宇透过本文宣，也阁有公布的方式，把消息传达予在地居民。通知因会当将厝内废弃的垃圾整理好，起来回收站。环保署吼，一直咧鼓励咱彰化县吼，做各乡镇吼。目前是咱河尾吼，受两个里啦。啊，我是第一个里做咧资源回收站吼，甲分啊则清楚的吼。会使讲我看足侪人咧做资源回收，社区咧做，应该是目前是全社里上大场的。啊，因为咱镇长一直咧鼓励讲吼，因为垃圾分类爱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无咱垃圾会愈来愈多吼。啊，因为公所一直咧鼓励，啊，所以我甲这间本来是废墟的古厝吼，改做一个资源回收厂，啊，鼓励咱各位吼里面吼，啊，认真来甲咱的垃圾分类，甲一寡会使资源吼留的，啊，咱垃圾量则袂遐尼多吼。社会资源吼，咱大家共享吼共用，然后有这个回收站的话。整个里面吼，会当摕一寡咱一寡回收的物件来到咱回收站遮吼，爱讲会讲哈，像里长讲的，会当阁换一寡礼券，或者讲换一寡洗衫粉，有诶无诶吼，我感觉这项也是一种创举。欢迎你利用荒废的古厝改造资源回收站，分作纸类、塑胶类、铁类等六大类。如果你面板都分甲遮尼详细，现场有志工朋友会当帮忙协助分类。当然啦，社区安尼吼较方便啦，啊，咱若捡偌济，卖偌济安尼啦，会啦，较省载遐远啦。欢迎你的里长表示，会用比市价搁较悬的价钱收缴里面客来的资源回收物。现场也准备真济生活用品，也搁有礼券，予居民兑换。做好垃圾分类佮资源回收。地当达成垃圾减量的目标，优质的生活环境需要大家做伙创造。台中华新闻叶宏吴、何美采访报道。